欢迎来到404档案馆，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。5月1日20左右，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塌方灾害，截至北京时间5月2日14时已发现23辆车陷落，48人死亡。该事故的发生引发众多网民关于中国狂魔式基建的反思。在微信公众号《城市得地得》这一篇很快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，作者这样写道：广东高速塌方，死亡人数上升到48人，它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灾难。它的时代性体现在以下诸方面：大基建后遗症，狂飙突进的建设，缺乏维护。我们这个社会进入维护时代，但是钱和责任感都缺乏，一种普遍的责任逃脱机制，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。中产疲惫的假日综合症，把最劳累的状态看成是休闲。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意味，还有普通人的反应。最典型的是一个幸运网友的感叹：多亏是妻子开车比较慢，如果是自己开，很可能就掉到下面去了，所以以后开车一定要慢一点。幸运者下意识的感叹，却表达了真正的时代困境。放弃对外界或者公共领域的追问，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。我观察到2024年的朋友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灵修和身心觉醒，各种收费课程和研讨班。它反映出一种新的风尚，苦闷的时代，过多关注外界和公共议题只会更加痛苦。掌握一定知识的城市阶层为物质生活所累，感到精神上突围的重要性，他们需要出路和安慰。当两者都不可得的时候，就只能反问自身，一定是我自己出问题了。这样的觉醒表面上是教人解脱，实际上却是对个体的进一步束缚，因为过多关注自我大概率会导致更加抑郁。实际上每个人的自我都需要保养，这种也需要组织节俭和责任，需要关注和投身于公共生活，体察他人的痛苦，想办法改良社会，而不仅仅是专注内在觉醒。可能是路的问题，也可能是车的问题，实在不行就是雨的问题，而不是个人快慢的问题。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，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、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，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在404文库栏目中，中国数字时代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。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，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。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，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。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，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。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，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。